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小金鱼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痕。左侧的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两个角往里折，展开，从中间撑开。把它压平，这个角往上折，再把它往回折，这里可以距离这个点留出一小段，这个角也一样，往下折。再往回折，把它对折，把这个往上折，大概压住这个小角一小段，再把它往下折。这里高出这个边一小段，展开，撑开，按照折痕把它收到一起，把下面这个折痕捏起来，收到一起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展开，撑开，按照折痕压进里面，最后可以给它画上眼睛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